这个视频和大家分享一下怎么在港服商店里面搜索游戏，比如《双人成行》和《使命召唤》。首先来到港服商城，摁三角键来到搜索按钮。我们搜游戏要搜它的游戏名称，这个游戏名称呢，有的是简体，有的是繁体，有的是英语。那怎么办呢？首先要确定你玩的这个游戏它的英文名字叫什么，因为不是所有的游戏都有中文名的。比如双人成行现在有中文，我就直接搜索双人就行了，搜索双人就能出来双人成行，然后选择右侧三个点选择对应的产品。再比如搜索使命召唤，因为使命召唤也有很多是带中文的，搜索使命能搜出这么多。另外你们看，我现在搜出来的港服商城里的游戏名称都是简体中文，这个有的时候是繁体，有的时候是简体，这个是可以设置的，具体设置方法之前的教程分享过了。如果你搜的游戏输入中文搜不到怎么办呢？所有的游戏它都是有英文的，具体英文是什么名字建议你上网搜一下，比如这个使命召唤它的英文是 CALL 开头，那在这儿又能搜到很多，但是这个也是不全的。再比如那个冷战 COLD， 不一定搜索第一个单词，搜索后面的单词也可以。好，希望这个小教程能帮助到你，欢迎关注小白宝箱，我们下次见。